你们怎么跟台北人一样奸诈？哎，现在几点啊？七点半。我们是唱到几点？12点。大平，我们要唱到几点？12点半。9点半，然后现在是8点46分。哦。唱什么歌呢？我爸的鼻。好吧，不然我来唱一首我爸的鼻好。你看吧，我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对快乐的歌比较有反应。有人从头到尾都会唱的吗？那你有想要上来唱吗？好，不敢，都很安静。好，来，伟伟。好，没关系，不勉强。好，我有一首歌啊，就是听了会很开心的，就是比买你听起来可能还要开心吧。嗯，这首歌叫做《我爸的笔》。有一支是我爸的笔，我爸的笔跑去哪里？爸爸爸爸爸，玛丽住在隔壁，玛丽的隔壁住着玛丽兄弟，玛丽兄弟拿了我爸的笔，我爸的笔。Thank you.
超厉害的，谢谢你 ，I love you。